现在哥哥们正在梳的这个羊毛就是最值钱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池南儿。看，今天我捂得这么严实，来给我们家的羊去剪羊毛了。我爸爸他们正在圈里面，所以现在我也要去帮忙。在剪羊毛了，嘿，你们的羊毛要被我们剪掉了。就是它们的毛长到一定的程度，就是要给它们把这个毛给它们剪掉。六七月份这个在山上吃草，它们会比较的热。在五月份我们把这些山羊毛剪掉的话，就便于它们在六七月份吃草，然后会非常的舒服。这些都是我们家的大结局率，都是一些公羊。今天哥哥叫了他的几个朋友，还有我爸爸的朋友都过来帮忙。就是在我们牧区，几乎谁家剪羊毛，或者是神明家有魂儿、左邻右舍的朋友都会过来帮忙。这真的是一个力气活儿，不过我们已经习惯了。看，现在哥哥们正在梳的这个羊毛就是最值钱的。听说今年这个山羊毛涨价了，还差不多的，比600，你是吗？这个山羊绒今年的价格一公斤大概在600左右。就这个，你们穿的那个羊毛衫就是这么来的，就是我们牧民这样辛辛苦苦给你们捡来的。好，现在我也要帮忙了。现在我们就要把这个绒装到这个袋子里面，到后面就是有老板来买的时候，我们就用这个袋子给他卖。这个袋子差不多有个2-3公斤吧。现在这个羊毛绒的价格也就几百块钱吧，400块钱平均价格，那也要看你的质量。